好，哎，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现在是节点十一之三。那这边呢，我们要透过《礼记·学记篇》来看教育的目的。好，那首先呢，我们一样是希望同学们呢，能够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然后真的去做一个思索就是教育及教育制度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东西？那我们刚刚呢有让同学们去做一些讨论，然后呢我们有得到一些答案。好，那当然这些答案不一定是正确答案，因为我也很鼓励同学自己再去做思索。那我这边呢提供一个我自己的引导的一个方向，就是我用《礼记·学记篇》来做一个材料。那首先呢，我们呢在教育的目的这个部分上面呢，我想让同学来先读这一段。那这是《礼记·学记篇》里面呢的一段文字。他说呢，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止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那佳肴是什么呢？这个佳肴呢，就等于是这个佳肴。所以我这边故意放了一个吃的照片，就是古人这个古书呢古时候的字呢比较少啊，有一些字呢他们就喜欢用通假字啊，所以各位同学学六书的时候应该有注意到，就是转注啊，假借啊，这些。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繁衍的字呢？就是有时候就是同音字，所以古时候它同音字啊，或者是偏旁就是比方说像这个佳肴的肴这是一个食部，为什么呢？这个肴是做升服，然后这个食的会意呀，这会意形声，然后叫我们知道是吃的。那这个佳是好的意思，这个佳也是好的意思，所以这个佳肴等于这个佳肴，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用这个佳肴而已，并没有说当时候的人写这个佳肴是错的，在当年呢他们写这个佳肴是没有错的。Anyway, 就是虽有佳肴，佳肴就是好吃的食物。虽然有好吃的食物呢，但是我们弗食不吃。好，我如果没有吃它，不知其止也。止呢是什么意思呢？止呢是甘美，是甜美的意思，就是好吃的意思。就像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这个虾子，那这个虾子的味道到底是怎么样呢？它会不会太咸呢？或者是太干呢？或者是呢，其实它烤的刚刚好呢？或者它不是烤的，它其实只是看起来是烤的，但实际上它是用另外一种烹调的方式做的呢？就是我们没有吃它，我们其实是不太了解它的味道的。那你有做的再好吃，可是我没有吃它，我还是不能体会。那在这边呢，我举了一个，我想要举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呢，就是这一篇这个故事是康熙来了的一小段，这个一样，我们因为版权的关系呢，我们呢就是用一小段来做说明就好了。那这个呢刚好是这个我后面上看到这位台志源先生呢推销了一个三明治，那我们来看看他推销的过程，还有大家吃了以后的反应。你拿三明治出来，那三明治在盒子里面的那个呢？盒子里面的，就这个啊，就这个哈。怎么样？你有觉得看有什么不一样吗？尝尝这三明治，我们叫公司三明治，公司级那个，也是港式餐厅的。哎呀哎呀哎呀！为什么要吃三明治？一定要吃！我求求你吃，然后我们刚才吃了螃蟹，你求求你，先等一下，你先吃这个呢，你现在就给我吃。我们刚有吃海鲜，千万不要啰嗦，先吃完你给我喝阿华姐。你一定要配这么虚的东西，我干嘛喝？你一定要吃的，然后吃，你俩的味道才对。哦，我真不敢相信他会带这个来哎！这是 tuna sandwich 吗？A kind of tuna sandwich。它里面的肉有什么神奇之处吗？它非常神奇，你先吃。它很神奇的，味道对不对？怎么样了吧？好，我服你。是不是？好吃吗？真的假的？怎么样？
很好吃，是不是？为什么？这不是三明治吗？还有更好吃的，在盒子里面，在盒子里面更好吃。这个，这我想，因为它这已经经过风化了，这没有风化，它是。这个先放冰箱。海边拿出来的吗？他放在女王头旁边吗？因为三明治是一个这么无聊的东西，可是它里面有好多滋味，好多层次。你现在给我吃这两个，我跟你讲，你现在给我评语，快点。而且也甜甜的，我跟你就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它这个甜是它不是故意的。然后那蛋怎么会嫩成这样啊？嫩的蛋，我这辈子没有吃过这么嫩的蛋。我甩一个三明治被你们讲成这样子，走开！啊，让他先吃，我看。哎呦，你现在告诉我怎么样？八卦亭，啊。你会玩吗？对不对？有没有的感觉？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等一下，喂，不是，陈医师哦，不好意思，那个你刚刚不适合住那间房，那间房小孩子跟那个。你在吃这个的时候，那你会不会想到你的女儿？会不会想到小孩？然后而且跟小孩在一起，然后马上塞给他吃，对不对？对，而且赤子之心整个被唤起来。对对对，我就觉得我抛开所有世俗的眼光。看完了，同学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好。那我们可以刚刚在影片里面可以发现一件事，就是因为他这个台志源呢，他没有办法形容到底有多好吃，所以他只好跟小 S 他们讲，你现在吃，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真正形容这个滋味给另外一个人了解，所以只好请对方实质上去行动。嘿，像我们刚刚说的，就算再美好的食物，服食不知其止也。你没有吃它，你怎么知道它到底好不好吃呢？好，然后所以后来呢，小 S 她吃了以后说，赤子之心整个被唤起来，想起童年，啊，这都是在譬喻那个滋味。这都所以你就发现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譬喻而已，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讲出它确实的味道了。所以呢，这个饮食的滋味呢，真的是很难去形容的。好，它要靠实际的体验，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服学。所以引申到吃的，对不起，吃的再引申到学，吃的部分，如果你没有真的吃，你不晓得它到底好不好。好，然后呢，如果你没有学习这件事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学习，你也不知道呢它到底好在哪里。好，一个美好的食物，没有吃它，你不知道它好在哪里；一个好的道理，你没有学它，你也不知道它好在哪里。好，那。所以他是用吃饮食美食来做譬喻，让我们了解学习的就是教育的目的。好，那这个部分上面呢、啊、我觉得学习这边用的相当好，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我没有办法确切告诉你，因为我刚开始讲出来了以后可能就变成一种宣导，可是如果你真的学了以后，然后你知道这个道理，你真的体会了，你就知道教育的好处，你就知道学习的好处了。好，就像我们刚刚看到那影片一样，你真的像小 S 他们真的吃了三明治以后，他们就知道哇，这有多好吃。嘿，一个好的道理也是这样的。如果你就是这些至善先贤的道理，我们学好了以后，我们学真的入心了以后，学到心坎里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这都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好，那在这个部分上面呢，我也再次利用一个影片，好，来让同学们了解。因为这个我们在谈教育可以使人从无知变得有内涵的时候，这个道理我们是知道的，可是到底是要怎么样才能够表现这件事情呢？好，我是说具体的。那我这边呢运用了一个例子，这是海伦凯勒跟苏立文老师的故事。那海伦凯勒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就是有障碍的人，所以他没有办法呢在学习上面呢没有办法很顺利，还好呢他遇到了苏立文老师。可是这个过程里面，他就是怎么样让海伦凯勒呢，苏立文老师怎么样让海伦凯勒呢变成一个就是后来变成一个教育家呢？这都是靠着海伦，对不起，苏立文的
的前面的启发。那我们这边不是要讲老师的重要性，我们这个影片里面呢是想要让同学去感受我刚刚说的“弗学不知其善也”。我们知道要让一个人最好的不是放任他野蛮，不能放任一个人野蛮。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只是停留在这个就是这个道理上，像他爸爸就是。可是朱立婉老师用他的方式，用教育的方式去让他学会了。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影片。No, I won't have this. I don't see that we need to send her from the table. Let me hold Helen to what she's learned, and she will go on learning. Take her out of my hands, and it all comes apart. She is the guest of honor. Bring her plate back. If she were a seen child, you would not stand for this. Well, she's not. I think some allowances are called for. Bring her plate back, please. Thank you. There. Now let's start all over.Child, because I ask her to see. I expect her to see. Where are you taking her? To make her refill this pitcher. Where we are?Recognize this place? Pump. No. Your mother's not here. Pump.She knows!
mother. She knows. She knows. Mother. Yes. Yes, Captain.刚看了影片之后，不知道同学有什么感想？好，网络上有比较完整的片段，各位同学有兴趣呢，可以去找来看。那总之呢，我们刚刚呢就是利用两段影片，希望让同学呢能够更清楚《礼记学记》里面谈的夫学哈啊，夫食不知其子也，夫学不知其善也，这部分是怎么样的？那这些呢，就是《礼记》对于教育目的的看法，就是。他让我们学了以后，我们知道什么叫是真正的至善，什么叫做这个道理里面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要透过学习，透过教育才能得到的。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在11知识的节点里面呢，我们会继续来从这个礼记学记呢来看教育的目的。好，那我们往下一个节点前进咯。